好，那这个是一个视讯打排球的游戏哈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让它一直移动哈。那可是这个移动的速度，我希望是侦测到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的动作量，也就是说我拍到它的时候的那个动量哈，那个动量乘上3倍。然后如果它碰到画面的边缘就会反弹。那这个是速度的部分，那方向的部分呢？我希望我在碰到它的那一刹那，哈，就去侦测碰到它的方向，然后让我的球面向那个方向移动。所以当我碰到它的时候，我手是往哪边用力的，那它就会往哪边移动，哈。我们来执行一下，哈。好，现在那个球哈，身体当然也是有效的，哈。排球往上打。杀球，救球，救球，救球，杀球，啊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游戏哈。